主料，苹果三颗，苹果需好也可以削皮，将苹果斜着切，看图切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再截一个比较大的还在那个地方，以此再切，切一大片，修成天鹅头，取出一个种子当眼睛，眼睛让苹果从大到小放好，一推熟图做两个摆好，哈哈，朋友面前露一手烹饪技巧，嘻嘻，自己掌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